不奈何奈何。师父，你既然望天长叹，啥也无爱付诸于行动。你还阁还袂困？你嘛还袂困啊？师父啊，你观星象，哪会咧吐大气咧？阴暗的星象甲往日不同，所以我才伫叹气呀。这想啥物无共款？星象阴暗是星象。星象，你啥物是星象？想家一意，一阴一会天意，一通之时。乃得相相相出啊！舅父啊，那你讲安尼，我拢听拢无啊。千年之内，千年之外，就来到眼底，只能会不可以言传啊！舅父，那你讲安尼，我煞愈听愈糊涂。我不讲啥，你嘛听无。等你明白的当中，你欢喜都来不及吧。好啊，姐夫啊，你是不是喝烧酒醉在讲酒话啊？哎呀，那不管那不管那姐夫在欺负人啊！卖算卖算，姐夫在交代你替我做一件代。熊将军，会，这口宝剑买在你手中，我嘛唔知影，我透早一精神，就看到这口宝剑放在大厅内啊。敢讲是老先生知影咱的来意，唔肯答应咱，所以伊将宝剑退还咱。宝剑，目前就无功而退。想袂到，我尚无村金水万岁先父辈出阵，每一位拢是旗开得胜，竟然这一出不见就罢。小将军，你唔通安尼讲。虽然老先生将宝剑退还，但无代表咱就是输啊。是胜是败，要怪照着小将军你的福气。福气，夫人，我哪有什么福气？你看，两个将宝剑我退倒回来了。我知影，但是我有答案。可是，我若搁再重用再好，这代志一定全记。免看啦，该来早就来啊啦。啊！若无应该来，安怎等你嘛袂来？舅父，你是咧讲啥？莫问我，问你家己啊。问我？甲我也无啥物无共款的啊。我看你今仔日的心态、举止、甲讲话，甲往日拢无共款，敢若有心事啦？哎呀，舅父，你搁咧讲笑啊？舅父啊，那你唔肯下山，是不是算讲这个朱元璋袂当成事啊？甲你讲的拄拄啊相反。要安尼讲起来，这个朱元璋会生气好哦。圆呀，圆呀。舅父啊，我既然如此，你啥无甲顺应天命，坚持上座呢？这副自信，你怎会知影呢？一书未报，一提中，可想你死啊，遍地功啊！昆龙当山，鬼云峰，何飞当天，一条空。
我就记住，祝福天欢喜。祝福啊，那哪呢？你看我将你看宝剑送上去，是不是我带人走啊？包括老总讲赶人走，啊，你又在急啥呢？我哪会急啥？我只是暂时归来，想要出来讲。化解元帅夫人的朋友啊！你昨暝想几暗，不是伫咧想迄个元帅夫人，是咧想另外一个人。哎呀，舅父，你是咧讲啥啦？老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可是，你从我脚上放袂一个人心，用你。老先生，今仔日叶凤来是专程来给你探望的。你是叶凤姐姐？舅父啊，这就是叶凤姐姐嘞。你这真是万岁夫人，万丈客气，请。叶妈，叶凤姐姐这么好，这段时间我真正都挂念你了。姐姐，我嘛常常思念你呢。请。公公，赶紧请上将军来坐。上将军，请。多谢。老票文先生，确实是了事如神呐！万岁！恭喜万岁，贺喜万岁！夫人果然亲身出马，大功告成了。老票文先生已经来啊！真是的呀！是啊，快快有请啊！是，老先生请。夫人，你是痛？就是当时。
即阵咱邀请老先生，以及英国国王下山到国外去，都是夫人一人的功劳，有村何公之有呢？哈哈，客运不在，罗环万岁，罗叔当将，真是太大呀！哎，先生唔通安尼先讲啊，先生甲元璋乃是天格之缘，今仔日先生会当来到这跟我见面，元璋也要向先生请教啊。何须打了两字呀？汤豪，你去看宴席准备好未？我要甲先生好好畅饮几杯啊！好，我来去看卖啊。嗯。过天后唔听苦劝，已经在安庆作战心无。唉，所以。元璋只好暂时接受着元帅这个职务啊。一元帅是德才，啥就应该如此。多谢先生看重，只是先生，我现在已有10万的兵马，伫咧广岛着小兴以及杭州一带，已经有3个多月啊。为怎到到即马，也是攻打不下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一挂兵到的，守在小云杭州的，虽万岁，我无法度出事。呀，安尼，你目前的形势看来，我都要安怎样，才会当统管全局？都要安怎样，才会当统一天下？万岁面临之时，只有用着，但有量之势，丢树上之动，但有量则有妖术。丞相，梁职公将霸天下，啊那是丁树成，伊就是变海一派，伊甲朝廷死于背叛，死于刀下，这无什么作用。讲轻受先令，轻杀先令，今日之计，应该压上土脉。功大，那也一旦得了汉地，这天下不可小呀！太好了，我先生为我出谋计划，我将火枪大剑不成啊！多谢先生授教，太客气，太客气呀！多谢先生。江文贵已经安排好啊，会用请先生去遐歇困。真好，又如将军啊！免客气，免客气，还有先生那位丈女英国姑娘，我嘛已经安排好势啊。哦，唔免，英国姑娘玉凤要甲伊接到府内，有玉凤来陪伴伊，安尼比较就较袂无聊啊。万岁，你想起太久了。哪里，汤豪兄，那呢就让我你带军师去休困啊。是，先生请。请问过去。请。真是太好了！我是元璋，有老兵们真心来帮助我，这真是天助我呀！其实已经无早，要无人工，再来请教老先生，就请老先生回房休息。那呢，就请老先生入去休息，有啥物代志做你吩咐就是。先生，请，请。
春啊，啊，你是在找什么人啊？我哪找什么人？我要回去啊！哎，等下啦，吴春，卖走啊！咱是家己兄弟，有什么代志，袂晓直接讲的。我若无约唔着，你伫个遮是想要跟伊为你相关，对无？啊？平和兄，哪有这种代志？你莫和别讲了。啊，我是不是和别讲，这是不要紧啊。要唔过这件代志，我看起来吼，你也是死心啦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讲实在啦，我一点仔都袂明白啊。哎呀，你莫假身啊！啊，你心肝头咧想啥？我早看出出啦。我甲你讲，你甲迄位姑娘啊，已经去王叔看解，今晚已经甲伊接入去房间啦。无可能，阮是唔这款人，我无可能会相信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你要相信也好，唔相信也好啦。但是我甲你讲，你唔通袂记面的。阮是伊较早先去药房了，才起来念阿青姑娘，对不？哎，今晚佫加爱一个阳光。这，啊佫再讲啊，药房伊本来就是宽宏大量。阿姨会当接受苗青姑娘，今仔去加接受一个英哥，恁有啥话啦？啊，若参像英哥迄款的查某囡仔，嘛一定会请伊做万岁夫人啊！你讲对无？敢讲万岁叫啥意？老爸，我内心还更唔知这件代志，我是家己人，所以我才先跟你讲的。拜托，你哦，得好心做一个。唔知老风声，无哦，我是爱做错人哦。上将军，伊到底有愿意啊无？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做主啊！明仔早起，我就甲元将讲这件代志。Thank you.